是没有人过得容易，对吗？在这个形形色色的世界里，除了朝九晚五，还有人要加班到深夜。有人每天花4个小时的时间通勤，有人即使在最恶劣的天气也必须出门工作。有人就算拼尽全力，也无法在这个城市的万家灯火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盏灯。好像每一个波澜不惊的成年人的心里，都藏着随时会崩溃的另一个自己。凌晨6点的早餐摊永远热闹，深夜2点的写字楼藏着将来惊艳世界的伏笔。我不知道那个让生活里的赶路人笑出声来的好消息，它什么时候来？但我确定，只要你坚持住，它就一定会来。